搞笑了，兄弟们。直到黑神话发售后，谁成了玩家们最期待的游戏吗？是司之歌。让我们恭喜空洞骑士司之歌，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再次斩获大奖。总之就是由于黑神话的发售，大量的围绕着他的愿望单被兑现，于是我们的司之歌顺理成章的再次夺得宝座。作为一款应该是比黑神话早公布了一年左右的作品，本作原计划已经官宣2023年上半年就要推出，可还是再次被推迟，然后就再无任何消息。但由于前作空洞骑士表现过于优秀，到今天无数粉丝仍然热情不减，但鉴于本作至今都没有消息，显然司之歌需要再次在最受期待榜单中霸榜很久了。目前只能屈居第二和第三的战锤 40K、 星际战士2以及被人怼了无数遍这非常值得的兵器时代续作都将在本月发售，从而告别这个榜单了。也许怪猎新作在未来使使劲冲击一波榜首，但我相信那不过是暂时的，鸽子的王位一定永远属于司之歌。回顾这些年，司之歌熬走了史诗狠活浩劫前夕，目送了战地原班人马打造的 The Fiddles 以及刚刚发售的黑神话悟空等等佳作，他目视着这些或是奋作或是神作的诞生和飞远，就像一个留级生一样，见证了游戏圈不少的发展和变化。但我们由衷的希望他不要继续在这个榜单里历经沧桑了，起码在正式退休之前完成独属于他的，同时也是粉丝期待的奋力义务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还期待司之歌吗？